看一下啊，你们有看到的告诉我，你们去看一下他抖音他长的那个样啊、哦，在这儿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，就这个。听说你要来真实我呀？好好好好。这是没事没事。啊，没事了吗？啊，知道知道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了吗？啊没啊啊，好好好。你不是管我叫母杂吗？啊，你不是先骂我的吗？我没有骂你呀、啊。啊，我也没有骂你、啊。哦，这就怂了。那行了，走呗。不，你不是怂了吗？走，没事。去哪儿啊？合肥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也不敢怎么样，对吗？啊，你在网上叫嚣了那么长时间。嗯，你别吓我。我不吓你，是你先威胁我的吗、啊。你先威胁我。你在网上叫我怎么威胁你的呢？没事。哎，你不是要直播我吗？你不是要直播吗？你不是说你一定直播吗？播呀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要给我开美颜啊！你不是一直在造谣我不开美颜那个什么？播我。啊、直播不敢了吗？你不敢直播了吗？我直播你没问题吧？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关了。好，直播呗。嗯。哦不，我直播被封，我抖音直播被封了。哦，你抖音直播被那换个平台呗。没有，我同意你直播吧。我觉得线下见一下挺好的。嗯。又没有什么私人恩怨，对吗？对。你为了真实我，你是专门买的机票对吧？嗯。你是专门买的机票来找我。哦、我不知道，这也不用你管。哦，原来不是专门的，你发的那个作品，抖音作品可不是这样，你是专门来找我的，现在改口了，哦、是吧？好吧。专门啊。嗯。然后就是这样吗？你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行动了吗？啊、不用，现在暂时没有啊。到合肥。到合肥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啊，到合肥再说嘛，我肯定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啊，所以你不直播了？嗯，不直播，到合肥再直播。你不是要无美颜直播我吗？我不怕无美颜啊。大家都能看到我无美颜也是能见人的，对吗？啊、你自己觉得呢？你觉得我无美颜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这不行啊，哥们儿、啊，玩不起啊！玩不起，玩不起。啊，到合肥再玩。那我先走了，我是头等舱。啊，行。我刚才在35号贵宾室等你，等了好长时间，我等了3个小时。啊、是吗？嗯。啊，你在哪？头等舱是吧？对，嗯，好了，就这货就这样，就这直播也不敢直播，啊，好看吗？就这。嗯，哎，我的票，我先直机了，等一下啊，给大家翻过去。等一下。到我了吧？河南皇家航空公司来8750。谢谢。哦，我翻过来吧，其他人不要拍人家，其他人那个暴露人家隐私。我优先登机了，他还在那拍。谢谢我圣托，谢谢圣托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都是什么人了吧？啊，看到了吧？啊，看到了吧？就这，上海的真实完了，下一个就合肥。嗯，这就是真实我。就这，就这，他都不敢直播，然后口口声声说那个什么，还得我自己无美颜直播，有没有人给我无美颜直播一下，证明我这是无美颜啊？有没有人给我直播全身，让大家看看我的身材？我身材还是蛮傲人的。
我现在就希望有人给我美，谢谢比利的送我的舰长灯线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大王来晚了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刚才没看到，明天看切片吧，可爽了。可开心了。嗯嗯嗯嗯，大王来晚了，看切片吧，没赶上好戏，刚才真是一出好戏啊，真是我的。怂不怂，你说这些人怂不怂，今天晚上没让你们那个啥白等吗？我是哪个？哎呦，你好。我是名字，我是六 C 这边。啊 ，OK。我来吧，小姐。我给你洗可以吗？没事，我这箱子有点重。没事，我给你捡。来，有点沉，有点沉，你小心。可以帮我放回去吗？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！我坐第一排。我坐第一排。等着等着看他登机啊，等着等着看他登机，我转过去啊，我转过去等着看他登机，其他人我们不要拍，我们等他。你好的，您现在请问是郭女士对吗？对。啊，这边您橙汁矿泉水想要喝点什么？啊，橙汁吧，谢谢。那您热毛巾请用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哎。Hello。好啊，好啊。嗯。啊，你不介意我录你吗？啊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录是录五美元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不介意录。啊，我也不介意录啊，好。啊，行。嗯。你把后面乘客堵了。好好，谢谢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。这会儿录是为了那个什么，证明他那个啥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